徐子言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，还跟大家一起玩呢。子言，子言，子言。 闯啊！我就卧室门关不上，这一不是一关就门就自己锁了。你说你这个孩子没大没小的，乱闯乱入的。哎，就是这个孩子也不跟其他小朋友玩的，就好像孤僻症一样的啊。妈，我再也不能那么玩了，我真的我不要上幼儿园了。那妈妈带你回家好不好？ 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就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了，这叫拐带。该从幼儿园滚蛋的人是你，凭什么？要不然，我就把你收回扣、谋私那些烂事儿都发到群里。 传授美丽秘籍都在女人我最大 App， 拥有最强神级团队，让你成为时尚焦点。达人指点，美丽多一点，女人我最大 App， 快来下载。